心起着贪嘛，所以来贪这个莲花，那你的眼色呢来躲躲啦，就是啊，把这个人的莲花的色呢，用你的眼睛啦、啊、去给它掠收去啦。你的鼻呢，这个莲花的香啊，你嘛来给它躲，我来给它掠收去。所以呢，你的心啊，看到莲花的色，闻到莲花的香，所以心起着贪恋的念，安尼，你就是犯戒啦。哦，这个地球啊，听到啦，有道理呀、啊。我是一个修行者，我应该把握时间分秒不空过，我爱静心啊。来修行，我无应该呢，把时间浪费伫这个所在里，流乱不去，这我有影唔对啦。我的眼睛、鼻筋呐，伫这个所在呢，接受了这个境界，我真正是犯着偷窃。因为这个物件不是我的，但是伊就搁在问啊，何解心？啊，拄只迄个农夫，你哪会无解变切？伊讲，迄、那个农夫啊，都亲像呢一堆的垃圾的布，迄、那个垃圾的布呢，伊搁较多的油渍啦，垃圾的物件。都已经是垃圾了，但是你亲像一张的白毯，好亲像一件白毯啊，同款，拢无有受污染过，所以你袂用的呢，有一滴的污染的物件，所以你要赶紧清洁你这点的污染。哦，我今仔要安怎清洁？忏悔啦！哦，忏悔即清净，真是一段故事。是佛呢为比丘群呐所讲的一段故事，各位，咱大家人爱甲心顾好好，心啊清净啊，地都明朗啊。咱修行的这个形象呢，自然就庄严，因为呢，和蔼可亲啊，互人心生尊敬。你是一个修行者，你是一个有修养的人，所以咱修行的责任啊，不管在家出家啦。顾这点心呢，是咱的本分事，所以好心正洁，咱唔通去受污染嘛，唔通去污染人啊，戒呀，唔通犯啊，不管是轻是重，都唔通犯着吼。讲这点心啊，爱顾修会好吼。请大家人啊，用心清净的心，在污染的人群中呢，咱嘛是有别有一番的风光。人人啊，心中拢是咱的一本经啊，请大家人爱多用。